是师大附中的孩子是第一次接触，而且是从来没有看过的24位孩子。今天我上的课程里头，最主要的当然就是希望说能够给他们一些包括肢体上面的表现啦，或者是接触，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是在肢体的部分、自我表现的部分这样。因为我的背景是舞蹈专长，那我其实不是一个戏剧专长的老师。那从一开始接触表演艺术，一直到现在，其实摸索了很久。那这一次今年的教案的那个录影当中呢，其实我自己是设定在说，我希望是在一个普通的教室，因为我觉得在舞蹈教室其实可以操作很多。也是很有趣的东西，但是对于一般来说线上的老师们，或许是他只是一个音乐老师，他是一个美术老师，然后他必须要去教表演艺术这样的课程，那他也只有一般的学科教室，那在学科教室当中要怎么样子操作，这个是我比较希望能够带给就是老师们的。那在上今天的课程之前呢，我想要先认识一下大家。那怎么认识呢？我们可不可以不是自我介绍？放心，好，就是你介绍你同学。那麻烦你介绍你同学的时候，告诉我说，老师好，这位同学叫做叉叉叉，然后他的优点是什么什么什么？他的优点是不啦不啦不啦，所以告诉我两个优点。好，大家好，你好，那个徐俊如，对。然后他有两个优点，哇，就是我觉得他口才很好，很好，口才很棒，真的、啊，对，真的，哦，好，第二个优点就是我觉得他的头发还不错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俊武，然后叫我是吴大洲，好，我来讲他的特色好了，好，他的特色就是。特色喜欢的食物是烤地瓜，對，烤地瓜，他喜欢吃烤地瓜，對，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就是努力不懈的精神，虽然自己长得不高，可是还是很喜欢往上跳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大家好，好，我现在介绍的是陈轩，陈轩，就是他，陈轩，他有两个优点，第一个优点是他很会坐公车。坐公车？为什么？所以你的脑袋瓜里就有一个 Google Map 就对了。不是，对。好。好，我要介绍的是钟怡如。钟怡如。对，然后他资讯非常的好。资讯。对，他那个校内非常比赛非常的强。哦、oh. ，国手，他是国手，超厉害的。嗯哼。然后他还有化学。哦，对，他化学超强。化学。他去北师大，超厉害。真的、啊。对。我要介绍的是那个林柏宏。林柏宏。对，他化学比我强。真的。比他进北师大，这是他第一个优点。第二个优点，他是班上开心果，是大家抒发压力的好对象。哦、oh.。你负责说 ，no， 就是 always 一直说 no 就对了，好，不可以讲任何的话，就只能说 no， 懂哈？好，然后呢，要表演开始的时候，记得要说表演开始，然后结束的时候就说表演结束，好，你负责说，啊，我负责说那个，可以哈？表演开始。Please.
please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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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lease. 表演结束。如果不写这个，他们的表演当中可不可以看得到他们要做什么？好像可以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有的时候没有一些道具，其实还是可以表演得很好。好，不错，还蛮精彩。来，三。我要一开始就快了。刚开始的自我介绍这个东西，或者是 please 跟 no 的这个活动，它其实非常适合国中生，也非常适合高中生，只是难易度，然后他们表现出来的一个状况。那后来的两个活动，包括第一个活动是就是让他们猜那个场所是在哪里，在国中的阶段他们可以做得到，但是没有像今天师大附中的做孩子做那么好。接下来哈，我们要来做另外一件事情是，等一下呢，第一位同学他会抽一支签，好，抽完签之后呢，他会看到签里头写的字，那字里头呢，他会就是告诉这个人说这是哪里，然后你有十秒钟的时间，你可以去想象一下，然后请你表演出十秒钟，利用十秒钟的时间表演出来，在这个场所里面会发生的事，或者是你的角色。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好，停格。第二位。开始，哎，三二一，开始。OK， 三二一 ，Action。哇！好，停格，想想看还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三二。一 ，Action！ 停格，好，观众先掌声鼓励一下。好，怕他快不行了。好，观众，请你告诉我们他们是在哪个地方？医院嘛，是吗 ？OK， 都还蛮清楚的哈，谢谢你们。三，二。一 ，Action！ 停格，下一位准备停格喽，停格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停格，三、二、一 ，Action！ 你可以找地方看，没关系，就到那里。Action！
你觉得是哪里？这个地方？应该是买东西的地方，买东西吧。买东西的地方，可不可以再确切一点的一个地方？应该是夜市吧。夜市。夜市。好，来，女生。超市。都是市。市场都是市，好。请问一下，他们刚刚发生了什么故事？杀价、抢劫、扒手，你是扒手。下午茶先生，其实你最想要表达是在哪里？搜狗。好，大声一点。搜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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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三二一 ，Action。Action！ 停格喽。下一位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哇哇！下一位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今天这两堂课当中，其中一个活动就是那个，就是让他们猜这个场地、这个场所是哪里。我觉得很特别的一点就是说，我觉得他们会去思考，他们接收到这样的讯息，不管是他们看到题目，或者是他们看到别人做的，他们接收到这个刺激之后，他们会去思考，然后思考之后，他们会去想办法，不是经过他们熟悉的语言去表达出来。而是经过非常不熟悉的身体去表达出来，那可以看得出来，他们想尽办法在表现说，哦，让大家知道说我在哪里。那我觉得这是很不一样的，而且很不同的，就是说同样一个东西，那每一个人，比如说那一组五个人来讲，五个人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方式还有内容都非常的不一样，而且我觉得很不一样的就是说他们会思考这件事情，那。透过他们思考表现出来之后，我相信在这样体验过后，对他们的身体是可以留下一些，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嘛。我相信是会是有一些一定的刺激。